Hello，嘿，杨雄阿龟奶奶，又领人口，你要午休了，晚安，不对，午安，小一，Hello，风安，Hello，豆蔻早安，鱼尾早安，秋来早安，今天1:05对啊，我到2点。那睡醒再说。好。Hello。光线感觉很完美，打在我一边脸上。早安，大家！嗨，是猴福福猫天天，代代好意，全民。今天很早起吗？也还好耶，大概12点前几分钟。北原，Hello， 撒优线，卡丘。我今天就是一个，其实我忘记我为什么今天要改到礼拜，就是中午播诶。我是好像觉得上礼拜中午播，就觉得好像还行，但以后还是晚上播吧。对于早上播还是有点，是放假整个嚣张起来了，你直接改中午。没有，我觉得噪音还是晚上，就是。要说我放假的话，闭着眼睛躺一秒，无限极直播晚上播。这两天中午对啊，可是因为礼拜四我是因为晚上可能要先就是提前先去台北，所以我想说那天礼拜直接逼死了阿雄，我也不知道他要那个、那叫什么直兵吗？这个词吗？大家早安，勇哥坤坤，我昨天因为我喉咙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礼拜天我是去我翁家，然后他就，我就去上唱歌课，Cody 现在送一封信，然后上一上，然后我的喉咙就越来越痛了，我等一下挂着睡觉，就尽量不要突然大声，我就啊。叫一声啊！听首歌，小强晚安，夜空 sky 晚安，任他晚安，坤坤晚安。没有，我已经，我要跟你们分享喉咙痛的原因，就是你知道喉咙不是后面会一个，就是后面不是会哈哈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样？可能是一个 M 吧，应该是这样子，那个旋转。悬雍垂的旁边，然后我的左边的这边，就是那个，可能在我喉咙是这样子，它的这个地方就是破掉，对，就是可能晚睡压力大破掉那种。对啊，然后我昨天晚上就喷了那个秋可拉 BB 的那个。静音一下，然后我就喷那个，就是喷口内炎的那种秋可拉 BB 的那个喷剂，然后喷完之后觉得好像味道有点怪怪的，然后看一下期间，哎，2021年11月，然后喷完之后喉咙就更痛，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有点，就是声音有点感冒音吗？在晚睡啊，还过期？对啊，超意外。多青菜，多喝温水。好的，谢谢。嗨，洛克，瘦宝，欢乐世界，扁桃腺，
他说你周末面试还要去现场吗？要欸。那什么？先放。那现在小声音还是很不错。对啊。哎呀，清早睡保养喉咙，真的是越来越晚睡。你昨晚也三点多才睡吧？我是那种已经，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已经很神情吗？神情。也不是神经，就是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已经很累了，可是你还是不行，我要继续醒着那种感觉。谢谢华头送的幸运四叶草哦。嗯，这个看到我真的很不习惯了。我没有想到今天会撞到平台跟机器的直播。话说昨天的重大预告，超期待，没有期待，没有伤害。夜空 sky 写送一封信，反正有种怪怪的感觉，怪可爱的。怎么样？凡事就是不要抱有太大的期待，如果你抱有期待，你就可能会有。就是我跟你讲，要怎么讲？就所有事情都先有最坏的打算。当现实跟你的想法相反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种“哇哦”的这种感觉。好，不好声音是我收回钱。好的。哎，你今年暑假会很忙吗？为什么很忙？哎，期待吗？你们不要再这样了。三七妹妹出来了吗？三七妹妹出来了吗？我觉得三七妹妹不会用，为什么是妹妹？搞不好是姐姐啊。我觉得不会用这种方式。嗨，阿雄飞本人。谢谢排除法。啊，没，应该还没啦。虽然你比较喜欢姐姐，虽然你不喜欢我，开钓鱼。哎呦，不一样。谢谢节目桌上浪的心。哎，刷卡刷卡，最近没有练东西啊。有看到三体生的甄选生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啦。可能偶然瞄到一点点之类的，但基本上没有看过人啊。应该说之前他们可能。就是反正就是没有啦，对，没有看到人哦。我说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看过本人，我真的没看过本人，没有看过本人。我操，你不要再这样了，我就不会说谎言。很烦耶。对啊，我这么聪明是有点肿耶。但我送完一个酒吧，因为我的表情很明显。反正重要公告，你们明天就知道是什么了。
好，我要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吗？这样超明显。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明天上课什么？魔咒学校。谁说不知道？那我不知道。真没上课吗？我放假了。99%63%。明天看前面的很好猜的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就这样，刚起床，不好意思哦。我不是毕业了，我还没毕业，我就在放假了。Hello, Uno. Licky. Licky 吗？是 Licky 吗？你好。哦，好久没听。继续在叫。觉得最近有点逆龄，好像变萝莉。我吗？哎，我可是我那天去汪汪家，然后 我有见到汪汪的爸爸，然后我就说你猜他们几岁？然后我就讲都是一个很高中生的脸，他就18，我就哎，好吧，没有人说我15岁。汪汪的爸爸很有趣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礼物吗？我们打算要准备开小队啊！你要露出很无辜的表情啊！很难卡戏，怎么难卡戏？我觉得汪汪的爸爸跟他很像耶。超好笑的。按不下来。好像比较好看。这样吗？我最近在叫，超哥，谢谢送的闪光星星，有变暗一点点。居家安，对啊，我现在是居家安。15岁脸，15岁不用这样，就现在这样。没事。谢谢卡比送的闪光星星。没有啊，我是真的放假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那种放假。现在在吃水蒸包。准备给你吧，不然。Hello， 塔马哥。反正下个月免费嘛，不买嘞。票点也不会去。会啦，怎么可能不去？平常看你都像在房间上。Hello。那你可以帮我说，汪汪说他最近会上加班，不然他为什么会才知道？不会吧？他最近好像有在看 DC 之类的。
小小，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淘宝哥瘦，我就觉得嗯 ，OK。可是小小瘦，你就嗯嗯，好开心。好肿啊！真几度啊？歧视的、啊。你要这样想就不会有这件事。24度，开个冷气。今天终于没有下雨嘞！你看我满出来的洗衣。停顿，今天好冷，今天很冷，今天超热的。我今天早上是被热醒的，但我昨天是冷到睡着的。我觉得现在还开暖气，我昨天晚上也想开暖气，可是好像没有那么，昨天晚上很冷，对，昨天晚上我也没有开暖气。啊，现在超热的、欸，现在很热啊。你在家里开空调？没有啊，我刚刚什么都没开耶。昨天我们家也是哎、欸，昨天大概16度吧。但是常开北极熊，嗯，我就开这1.5小时。它就很闷，对啊，真的湿热。有点清爽的感觉吗？谢谢 Cody 送行李箱。嗯？哦，是送礼物的时候旁边不会有狗狗。Hello 芋头。里面26还是很凉。我来看一下迪卡。没有人喜欢这种预测谁谁谁会上东西，因为到时候就会有人走心。要上课了，加油！怎么了 ，Cody 干嘛哭哭？心凉凉的。为什么要凉？都还没公布。明天公布什么都不知道呢。相信安安，快说是明天公布什么呢？不要叫我，各位，好烦哦！谢谢富人送漫画泡泡，因为你说我的很安很笨，别这样。你已经准备好受伤了，想破的失败，1884年。台湾大概也是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那无名的水电话。啊，我说，这是中餐啊，这是什么？早餐，早午餐。夸张了吧？没有人早上一起来吃这么多的。
Hello 包子，幸福的晚安。猪也要 Hello， 看你吃完，对，吃。神采飞扬，神采飞扬什么？第一次见恩恩要说什么比较好？紧张害羞，紧张害羞，我呢？你吗？两张混在一起，对啊，好肿。先说你好，我是谁谁谁谁谁。你要先介绍 ，Hello， Hello， 安安，我是乌诺。第一次玩要先推，但是水温这是什么前辈的说辞吗？冠杰 ，Hello。那台湾老哥中午会不会很忙啊？这个时间，什么时间最忙啊？先让大家尬七秒。对啊，我其实我很慢熟哎、欸，我真的是我们要很熟之后我才可以真的，但握手会好像不能讲什么。那我看你见到我的时候，你就突然间有话题可以讲，我认真的，真的。就是跟我这样，有吗？有吗？就是停了一只鸟吗？你看，你妈不小心睡在外送外送，但是每天。好辛苦啊！我以前考虑要开餐厅的，我就跟我爸说：“你去开餐厅，哪一个煮的东西那么好吃啊？”两个生鱼二次方程式，我就，我会待在现场给你。好热！那到时候都跟我讲的，哪有阿哥？我们上次都尴尬哎。他也跟我讲，哎、欸，你也讲，但是我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就结束了。可是我看网络上都在猜是那个。那有什么东西？摩托什么摩托卡雷西吗？摩托卡雷迪斯，然后就，怎么可能出那么新的歌？有可能吗？有吗？好像有可能。我刚刚开始装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们一直在吊我。分科测验，沙软 ，Hello， 现在看二小红伤心了，他在里飞，外外面外外转就好，外外转就好。那我开个 DGI 减脂餐厅，好管风，完全不懂，真的完全听不懂吗？所有都听得懂哎、欸，
你们男生有没有不喜欢被听到称赞的词啊？我们不要讲说你好丑这一点，除了丑之类的，因为女生也不喜欢被听到说丑。今天不是59单发单，明天呢？你矮的好可爱。男生喜欢被称赞可爱吗？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一篇，他们就说没有被称赞为瞎，可是塔罗更可爱耶。就是说了称赞，你觉得丑是称赞吗？没有，我说不包括丑，因为丑不是称赞啊。可是像我自己我最不喜欢听到的称赞词是性感这个词。我会觉得起鸡皮疙瘩。请称赞你。抱歉，我现在脑中一点智慧都没有浮现出来。你多讲话就好，有时候为什么会我会语塞？真的说你帅太沉重。帅哥今天吃什么？美女找不到形容词。没有，不是玻璃死这样子那个吗？这样是形容词吗？谢谢你送一封信。我都说我不是帅哥，我都说我不是美女啊，啊确实不是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就在那个底下，然后他们就讲说，从小到大就他们就女生就讲说，从小到大就被称赞可爱，没有被称赞过漂亮。他们觉得，现在不要这样、他们就觉得被称赞。我人很好哎、欸，就是好像就是会有种既定印象嘛。他们网络上就觉得说，哇，你说我可爱，也是觉得我很普通这样子。说你跟我长得好像是称赞吗？是啊，我很漂亮啊。对啊。因为那天晚上我生之梦是绝对不可能开餐厅的事情，因为他煮了两碗面花大概20分钟以上。就是我们那天好像看完一集《间谍加加酒》，然后面都还没煮好，很好笑。虽然他今天是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讯息？我看一下，没有啊。他那时候晚上先回了我一次，他说：“嗨嗨，你直播到几点？”然后那时候是11:28，然后我就秒回我说：“结束了，看你的时间方便这样子。”然后呢，再就消失不见，然后消失不见后再是12:05，也没有回我。然后我又传了贴图，12:37，还是没有理我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回时间2:23。没有，我已经知道，我现在是我找他，我就要直接打电话过去。哎，找个人超难的。但是我那天已经快要到达他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你没有到了吗？”然后就我起来梳洗。
干脆面，牛肉面。大家晚安，午安，阿贤午安，阿鹏鹏有红包耶！这时间不会有红包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不要在这时间播直播。柳州也不可能在这时间播。因为我之后上学我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播直播，难得播中午，对啊，这些很难很难很难接，什么很难接？你要睡觉？你太秀气了。有点太秀气了，在直播我们要展现我们优雅的一面，那个私底下那一面就算了。午安 L， 伟哥 ，Hello。我现在很快就到中午，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对啊，我想大口吃，可是这个红包来了，飞飞。会员区分散写穿气都是独自做大小人，哎，命中注定的，不是这暑假就寒假。可是我怎么会记错啊？奇怪，因为我们有拍新的，真的还没印好之类吧？现在跟品涵同时在屋。我知道会播晚上的，我们周六就不会撞到了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好一些，好一些。饼干在开台，我怎么在这里？饼干，你都挂听的，挂到这，你好意思？我们的品涵大大哎，你还这么可爱，没事啊，大家在我台都挂听挂到睡着了 ，OK 的。真的假的？看来你比较喜欢我啦。我的午安。笑笑，哎，阿贵，话题感多一点，会的。我这样很过分，突然改变方式。是不睡午觉会死？不会，你哪是大叔？你才几岁？你家如果就是大叔的话，像我爸就是爷爷。像我爸，我那天出去吃饭的时候，真的是一个十七岁的服务生。我说：“爷爷，你要什么鬼啊？”爷爷，我才十七岁，够了。你看这站几岁？
了解那么清楚。大手大脚，但是我爸他跟我讲说，在我这年纪，大家都当爷爷了，我还在当爸爸。好哦，我一定说好哦。像是小肥，好久没吃小肥，真的很久没吃小肥了。我每次都跟小肥彻底的错过。你看你对我多坏就好，多坏就好，多坏就好。什么都坏就好。谢谢奕晨送我超爱你，谢谢你爱我。嗨，冯甲人 ，Hello， 你是潜水到刚刚吗？然后我突然发现你，没有，你刚来。你看，爸几岁啊？不好说。但是汪汪汪的爸爸看起来比我爸还要年轻很多，大概年轻了十岁左右。我爸比我爸年纪还要小。很意外，文字党死去，没事。我妈说他爸很像徐乃麟，一点点吧，声音啦，其实有点像。意外意外，真的、啊、真的，差不多啦，年纪差不多，但是应该是比我爸小。嗯哼，说不起不录了。他爸吗？不啊，他爸很有趣。你知道我们那天节目，就我们在那天在，我们想说要来录个那个 TikTok 之类的。然后呢，要开始录的时候，他爸就说：“那我要在哪里？”那我要在哪里？有我的位置吗？我就很好笑。他爸歌很好，对啊。明天我要看到血流成河。我一家人都很欢乐，对啊，我就默默就是想到他家人的个性就很棒，但我也不知道我遗传到谁。你现在应该说一下刘海长度到我什么时候就会长刚刚好，真的吗？他现在是有点长，为什么有个咔声啊？现在他要寄退票票吗？辛苦了，但我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这礼拜真的很忙，好忙哦。但我今天好闲哦，今天很闲。能回前台就好。相信幸运之神会。像幸运之神会眷顾你，
就是我终于刚打第三季，第三季很好啊，很好啊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左边就是什么？哈，真的假的？我第三季真的是差好多。你现在记得副作用蛮大的，其实我来用看我新的那个了，遮瑕刷了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29块的遮瑕刷，十分的便宜。为什么你现在才戴？开心，冬至了吧？你要去买饭吃了。好的，拜拜。一直不用出门就一直拖。嗯，谢谢有送红玫瑰透奖，晚安，晚安。因为手边装什么？不是，太阳根本看不出来。卡斯卡满，等一下，肖战，你别再掰了啦！你没有要睡，等一下。好评的追踪，我要再看看有没有留什么留言。居然没有猜我，没事的。正常，大家都猜卢卡，我也觉得蛮正常的。谢谢爱情送的缘分相遇，天花板是紫色，天花板不是紫色的啊。你佛系，我也佛系，我们一起佛系吗？你没有借住我的家，你没有借住我家，他只会来我家玩而已，真的住我家？对啊，水猫版就没有一定的标准吧？谁啊？是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们在看那个底卡的那个留言。笑死，好好笑。他在暗示想去我家吧？谁暗示想去我家？你说那个你就是啊，那个表情包就是你会用的好吗？你有底卡哦，原来你也跟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。超好笑。我要想一下还有谁会用那个表情符号。是你吧，反正不会是林果，因为林果会用他自己的卡唇。卡唇。还是谁？
谁会用这个名字？你低调，哪有你直接在上面写丁果？不然可能就在上面看到可能是台大之类的。然后我打算选拔成员猜测，超好笑。但正常也不能猜我啦，因为这种我也会猜卢卡。我是不是太和太的考不上？真的，我以为你是。那你可以踩我吧。你到了，你真的觉得我会有？真的吗？不知道耶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就，我们再继续努力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猜就决定是我，就决定是我，这么直接吗？说选拔号如何巩固标准，我也觉得，但是我觉得假如说二期像，就是二期的感觉，如果假如说上初选拔，第二次感觉不会继续上吗？全员啦，其实我们选34个啦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是啥哟，那好啦。只是感觉现在不是说什么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啦，反正就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上第二次还什么之类的就变真神，怎么可能啊，前面那么多人呢、欸。为什么我现在唱不大声？你们不要再去留言了啦，救命！可恶，再一次有事被淘汰了。你们不可以这样啊！搞不好说真的、啊。没那么有代表意义。哦，没有那个。能动能静上什么？我还没有那么大胆，对，我觉得我还不够，好肿啊！今天这关系什么？我是胖了，真的。啊，你看这碗面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这是两坨面吧？不行，我要开瘦脸了。最可爱的肉，今天可以称赞你吗？为什么要称赞我？他只有塞我的下巴里呀、啊！救命！我要贴个什么胶带之类的。你很瘦，没有，我今天看起来超胖的。我是说认真的，今天看起来很胖。让我们来试试看，真正喜欢的不会在意爱你啦。我看看，人家怎么贴，这样有吗？有瘦吗？
就是透明胶带。醒来不久会水肿，哎，还是我加上9点起来。这好僵哦，但是好像有瘦哎。还是我去大学面试我一张贴。我这张脸歪了，一边比较大一边。三九号相当在意，没有，我刚才听，我听到楼下传来一个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大的嘲笑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看到上面的人说你是胖。不行不行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去把我拖拉上。我回来了。好啦，他是胖，对啊，他越来越胖。呀，很气，认真看。换首歌。歌要放什么呢？啊，最近。谢谢浩宇送的闪光星星。他怎么最近好胖？哎，他最近好乖哦。再瘦就好。到哪？他把我窗帘拉开了，我现在是一个。好啦，过来。远距胖了5公斤，但是还蛮胖的，是吗？但我也瘦哎、欸，但是我看很胖。哦，你要这样吗？
好远啊。放开我！哎、欸，你的爪子勾到我了。好了，再见。小心后颈，我等下被吃掉。晚上做梦，然后我梦到我在干嘛？他梦到台北小巨蛋吧，就那时候 AKB 的那个演唱会嘛。然后我就跟那个谁抹茶两个人就一直对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笑什么，然后笑一笑。就醒来了，Hello Miso， 你有出现了没有？梦没有就很满足，那你在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好悬哦。我这不是有翻那个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到，但应该看到人可能没有到很多。就是在偷懒之前，我有发一个那个叫什么昭和的那个业配，他发一下之后，我就把它删掉了。有只金光小丑，谢谢用个腮上救救你哦。因为我就觉得说我那张照片应该只是个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对性感的定义是什么？我就觉得很荒谬而已。我醒了，你还没？我就很不喜欢，但我好像没有明讲过，我真的。我自己很不喜欢听到别人称赞我性感这个词，因为你会有这个跟我关联性不高吧？可是有人觉得我那张照片很性感耶，我就有点问号，所以我就把它删掉了。因为记得我好像以前有聊过，很久以前吗？对，我觉得是。
里面本来就一个字在里面了，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漏哎、欸，你怎么会觉得？就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就是我昨天晚上其实我想了超久的、欸，蛮抽象的，别太在意。我就不知道，就觉得。不一样啊，感性跟性感这两个词本身的定义就差得非常的多，对。可是我就觉得性感这个词本身就是跟你就是有，就是有想象，所以才会有这个词的出现，不是吗？你是性情中人，危险，富有性的诱惑力，我就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无法理解，国语词典。脑性男，这样性感吗？推点吗？杨教授，古文教授，你的口红呢？啊，在这里。其实我可以为了这个纠结超多天的。特殊嗜好是什么？好吧，没关系。深奥的话题，留在握手会说。深奥的话题，太深奥了。就我那天去翁家，我们也是，我在讨论说，我真的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。然后熊妹就说一句，就是我觉得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。然后就，好像也是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我也会跟玲玲聊什么之类，然后玲玲也会就说，就说。你不用管他们啊，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就是觉得要不在意别人真的很玲玲哦，怎么了？玲玲怎么了？她在别人看最迷失自己，对，养成你的路，晚安，姑娘晚安。中午安，钢铁午安。
你就当台下都是西瓜，所以我要问你们说，吃西瓜欸。谢谢小一上的直播守护灵，是会动的习惯。Hello， 爱哲哲大哲，就把你当南瓜就好。还有什么结果啊？是吗？那底还是西瓜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不要把你们当西瓜，我们都是人类。话说，我在想，学生，哎、啊，会肚子饿吧？嗯，我刚把我的面拿下去、欸。西瓜机器人，就是制服要绑是马尾，对吧？制服绑马尾。然后亲吻版，可是我换的时间吗？我是机器人，还呐、啊，欢鼠，小法圈，所以我要准备一个法圈旁边吗？可能就简单说，我可以看你摇法圈吗？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我，其实我再看一次，我是什么木棒什么东西？我要看有没有时间可以绑、欸，因为不是有一些步数，我可能真的中间有时间可以换东西。七八。例如小熊，而教会我的动作是，示意就是这个。好哦，没关系，你到了。微重的，七八步也要匆忙，对啊，就连续的，一点好吗？啊，没事，不要理我，我最近乖乖的，我最近情绪的起伏会特别大，认真的，我最近只要一点小事我都很生气。没什么，我也会生气。生理上的不适，没有办法控制别人、其他人对你的想法，就真的，嗯，不要生气。起床前吃太久，你的生理期。嗨，奇月。一个小时的起床气有点太久了，我也气到晚上哎、欸。嗯，你真的也很烦躁，看别人留言很容易发怒。例如，起床气不是会到睡得才好吗？对啊，然后你就一整天也在生气。
你也刚起床，我也是。你们对女生画眼线是什么概念？为什么画一条长长的在那边？还想钓你啊？对啊，就像你们在钓我一样。你是更年期吧？你们的年纪不是差不多吗？眼睛变得更长，要不画看不到眼睛啊。过分的，讲在反讽吗？不要这样。眼线什么的毛毛虫。我认识有两个人不会画眼线，一个是玲玲，一个是阿姐，他们年纪都很大。啊，我都不画眼线的啊。年纪真的超大的。平常的很淡，但还是画的。品涵应该是圆吧，他感觉如果画个眼睛，眼睛会变长的感觉，就会这样，然后再变成这样。哎，这也眼有眼睛很大，不画眼线，真的真的真的，我认识这两个人，两个都不画眼线，干嘛画眼线？啊，我从来没有画过眼线呀。谢博云送的浪上野猪冰冰来喽！哎呀，你在网络上不是都有那个渣男测试吗？什么渣男测试？就是测试你会不会，就是你会认得出，就是分辨是不是渣男之间的那个测验。那我就。刚刚有模仿成分吗？可能吧。然后我就去测试了，然后我测完之后，我就拿到十分里面的三分而已。没有，是我分辨不出来渣男。他就给你三个选项，三选一，然后我就只拿三分而已。再怎么样，还不是一样被骗走？我这种人吗？谢谢杨圈里路送的行李箱，像这种看起来是你确诊岁数的组织防疫，然后一家逃过一劫。这个怎么了？就这种，然后你会生气是不是？我昨天有看到这个留言是谁留的，有点熟悉，像你在臭臭谁？我昨天好像有看到这个留言哦，在这里吗？我这是新人提问区，是谁？你在臭谁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昨天看过了。我看是谁？哦，他很吃瓜哦。是谁？哦，他是谁啊？
这人是谁？很讨厌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那种，我不喜欢那种没有建设性的发言、欸。就可能假如说，甚至假如说像我爸有时候，我可能就在穿外套，就在穿外套喽，然后就说会冷吼。我就在穿外套，难道我会觉得很热，所以我在穿外套吗？我就是因为觉得会冷，所以我在穿外套。然后假如说可能我爸刚刚叫我起床，然后我已经到楼下，就说你醒了，你起来了。啊，我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我就是醒来的时候我才坐在这里呀、啊。就觉得，哇哦，哇哦，毕竟是对人不对事的人，因为我觉得，只要在屋里头的话，当然臭脸，今天心情不好。嗯，好哦，人家只想跟我聊天，我知道啊，其实我就觉得你可以找一点别的话题，然后就。啊，对啊，不然我要把穿外套。就是觉得说我已经做出了这种行为，你怎么还问一样的事情？爸爸的辛苦，谢谢不会收一封信。聊天的开头，先吃饭吗？你在那边看天好吃吗？你有近视吗？见你眼睛。你有近视吗？你这是近视啊？哎，你戴眼镜耶，你近视哦！救命！但是我觉得我这样比较好看、啊。没有，我是闪光。哎，你戴眼镜哦？你要戴眼镜哦？太美度是不一定的。你有抢到票吗？嗯。还是远视，通常远视的人会戴眼镜吗？因为远视不是就是等于说你的视力比常人还要好。有啊，可是票要收回去了。请问你有感受刚才那班火车吗？啊，我在这里耶。你在直播、哦？你是直播主、哦？嗯。现在看不到，真的假的？请问你吃午餐吗？真的、哦，我以为远视就是看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哎，我误会了。如果有人质疑我推案哦，我也会很怒吧？这个值得生气，真的。我就这么明显了，你还要问吗？远视就是老花眼啊！哦，那我想要远视哎，因为我想要看很远的东西。你刚才吃面哦？对啊。你眼睛还好吗？呛！太呛太呛！啊不行不行，我们要当一个和平友善的人。你看我那天在那个新生版呢。先把有人说大学面试服装起义，然后他就穿了一个黑色的上衣跟牛仔布裙，然后跟那个什么帆布鞋嘛，我就 Oh my God， 我就天哪，怎么会有人穿成这样子？然后就看到留言很呛，就是说我觉得蛮怪的，你要出去玩吗？超好笑的，你也是我手上就看不到粉丝哦，那我就这样。不可能，还是放弃吧。手握不到啊！我要两点了耶。现在阿龟送行李箱，要用假手。
假说，要两点大家直播。为什么你们都不用上班呢？为什么你们感觉很闲？还是你们也放假跟我一样？谢谢柏林送人最酷的守护灵，扣点收信箱，好一首一封信。要啊，同时在做事好吗？可是你在打字哎，他们偷看我，这是什么图？果然，他不是为了我。好啦，下班了。偷薪水也是一种职业的一种啊，我以后也想要这样子。我要当薪水小偷，跟你各位一样啊！在上班好吗？谁跟你很闲？我想说，就今天都没睡午觉，没事啊，你还在睡就好了，你还在睡就好。今天也没有什么，应该现在也没什么事吧？是阿雄本人吗？还是什么？你长大之后也要像薪水小偷一样厉害，跟老师一起看直播。你好，我刚下哨，该晚安了。还没，你想睡觉？你还在睡啦？你要下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也要偷得到。我现在是薪水小偷吗？哦不。没事，差点讲一些不该讲的东西。刚才问一下为什么他不用上课啊？因为我放假了，我要请防疫假。对，我请到六月，我请到没有啊？我睡觉就不会有人没有我。没事，我没有确诊，我是自主放假好吗？因为我现在我已经考完毕业考了，学分也都拿到了，然后就是什么都结束了，就在等毕业跟去面试。这是什么、啊？造丑？这看起来很操劳哎、欸！我从几号开始放？我从。昨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我要放十五天的假，就是大概一个月啦，一个月吗？三个礼拜，放三个礼拜，三没有，七二三七三二十一，二十一二二二三，放二十三天。二十三天的假，咀嚼肌，内酒窝，哦，内酒窝，内酒窝。高中时有请那个下午去读职考，嗯，十五天没有，我是只有算一到五，五三十五，然后再算假日，二十三天。可恶的高中生，嗯。放到发芽，我们再去嘴可以对啊，没有我怎么不会确诊啊？我不要立 flag， 我没有保险，我不能确诊。我那时候一直跟我妈讲说我要打保险，说不用了，你好好防疫就不会中了。就问一下身边人，熊妹。他说你保险有啊，我叫我妈帮我保，他就帮我保了。我当然有保啊，你说这个行业怎么可以不保？我没有保。平安，我有保险啊。我没有保。我没有保。我没有保。嗯、啊。现在确诊也不赔。就只有我没保而已，就我没保而已，我没有保险，我没有保险，
林宝是队长，下一棒有没有这种逃避？他不能逃啊，没有什么好逃的，因为合约书上面写的确确实实的，没有可以逃避的理由。帮杜卡按个赞。没事，你也没有。嗯，确实还是会陪我们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就是都保了，那他必须就是照你当时上面的合约去啊，而不是，对啊，因为你签的合约就长这样子，他不会改变。我那天打上去，因为我发现我两个面试时间其实差15分钟，因为可能转到打上去问说，请问可以改面试时间吗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公告了，就是可能要把它改，就是你只要在那个面试。就是最后的时间内回来就好了。我就想说，我就说啊，请问会扣分吗？他说啊，不会哦。他会其实真的会扣分，他跟我说不会。啊，真的会吧？会扣分吧？香港阿奇 ，Hello。印象分数。这个人习惯念很差，迟到。你今天就跟教授，我刚刚做 PCR 就不会，会吧？虽然那边时间成功跟卧室会错开吗？非常的，我当时排就是叫确确实实的错开，所以我就学不录取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肚子好痛。没事。不可救药的肚子痛。谢谢小手闪光星星预言 Hello。 我有一个是团体面试，我在团体面试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讲我是 AKB 的成员，因为其他个别的我就觉得讲没有关系，因为其他人不会知道，可是团面试，团面试，不要讲好了，很尴尬。不是，这旁边的是粉丝，不会吧？那么童年没有什么粉丝吧？开始。求命！讲啊，除非你觉得这是扣分，哦，会觉得低调低调。团体面试，我们当天也不一定啊。不是，社科院，社科院的，说谎，我就跟他同年纪。你才18哦，我没有任何一个科技是跟大船有关的。结果教授又拿出了特工服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好像现在没有什么特工哦，没有艺术课是要加分的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抖音看很多呢。
没任务。各位，我们真的不要再这样了，我们要真的要做个和平友善的人类，好吗？你那名就校草今天太臭了，你那样不行。和平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不可以这样。好像可以加点水进去。面目可憎。已经超过了哦，各位 ，too much。各位上，要臭人来取悦我们偶像的，取悦偶像的我们，并没有好吗？心灵祥和，一日臭人面目可憎啊！不要再打了，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，就是在面试之前，面试之后就再看看吧。谢谢一晨送的米卡，早亮点。Oh my, oh my god. 都一首。他这边不见了，为什么？面试前要累计人品，应得免得翻车，没错。但是会不会太迟了？不啊，我们可以再累积个三天。没有，今天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还有两天可以那个 K 机。谢谢林果送了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，他好酷哦。可是可能你今天没有臭人，记得扶老太太过马路。不啊，我在路上捡到100块，我都会拿去给前面的人。没有，是前面的人口袋飘出来的100块，我会拿回去还他。然后我在高铁下站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人包包没关，说：“小姐，你的包包没有关。”他说：“哦，谢谢。”我做了好事。我跟你们说过吗？我下台北车站的时候，有一天，然后就有个老奶奶就跟我要60块的事情，有吗？我讲过这件事吗？他们是爱觉得都是这种哦哦哦，对啊，然后反正他就跟我要的，他跟我说可以借我60块吗？如果说啥？哦，不是洛克，反正就有个男人，我就经过的时候，他就说可以借我60块吗？我就哈，因为我戴耳机，我没听到，然后我就在靠很近，我就说哈，说可以借我60块吗？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走掉，然后后面突然就传一个男性的声音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然后我就，然后我就刚假装戴着耳机，然后继续走，然后他就走掉了，吓死我了。可是对方怀疑你看他包包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有监视器耶。哈，你要借我60块哦？你怎么那么可怜？小叶，谢谢小叶送我手礼。哦，每次在北侧我都觉得超可怕的，就是超多怪人。其实我每次就是因为我常常去北侧，我会用选择搭公车的方式，然后就会经过那个平面那边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流浪者，然后就好可怕，好可怕，等一下会过来跟我要钱这样。北侧我都走下面，上面好可怕，上面真的超可怕的。因为你知道我会发现那种就是
我去攀垃圾桶哦，救命！可是北车是借钱博哎、欸，就是太多了，五十九你会答应吗？不会，一块钱我都不会答应。哎、欸，一块钱也是钱哎、欸。有时候你知道吗？你可能要买的东西十九块，你那个一块钱就是 你的救命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你可能要买的东西二十块，你今天只有十九块，那你一块钱就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对啊，我超客家的，毕竟我是客家人。我真的很客家耶，曾经被流浪汉用面包砸过，二十一块少一块，对啊，你一块钱重要。啾啾啾啾啾，嘿。等你，我很客家，一块都不接。我们可以再一块吗？救命！什么？我等一下，喝子。花了三百块，余小安就变十九，花六百块才能买。这边好贵。嗯，你们假如说饮料，我今天到两点啊，就是因为我昨天去买饮料的时候，中杯的35块，大杯的45块。差10块钱，你们会买35还是45？可是你喝不完45的量。我就觉得这首其实，当然是什么。然后我就买了35块，但买下去瞬间，我是很盘啊。一开始，我想说35块，对，我就觉得喝不完浪费，所以我就后来我就买了35块。真是大杯，我都会喝不完，所以我就有时候我会想说，哎、欸，正常买45比较划算，可是我喝不完就觉得很浪费。但是我会觉得买35是我自己的亏损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饮料啊，我昨天饮料买了35块整波耶，然后我就从下午大概3点喝喝喝喝喝，喝到晚上12点都还没喝完。喝完就边喝边慢喝啊，我一直这么想的。可是珍珠冰的就不好吃了。我喝的完是买了240，那像可能就是买10块，不会买15块呀。嗯，有些人少喝。我这种人吗？好久没戴眼镜了。其实我发现我现在视力越来越差了。我都在晚上的时候开小夜灯在那边看漫画。我昨天晚上在看那个《间谍加加九》的漫画。然后有时候会看那个，就是要对酒，就看那个很高级的动物，就觉得啊，好想吃哦，这样。嗯。这位说礼物挑好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最后决定要一起去吃饭。这样看动画会爆雷，对啊，我看完之后就好像被爆雷的。接动画，不要再那样了好不好？该买银眼的，为什么买银眼？对哦，偷奶在这里，忘记了。然后跟你就去吃偷奶。换边睡，然后就嗯嗯，好可爱哦，阿尼亚，阿尼亚，阿尼亚，可是你看了那个
声优的脸，然后就觉得哇，超厉害的。呵呵，哎，我就说吧，我就说不要去吧。安妮亚可爱，安妮亚讲，嗯，什么？我说这个啊，礼拜六。超可爱的，达米也很可爱。嗯，见好多人，我八成的卷在里面。八成的卷，八成的卷。哦哦，喂。稳吧，稳，太稳了吧？可以啦，我们这礼拜六就可以见到了，可以吧？我不会在这几天发生什么事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喉咙好了，我只是喉咙破掉而已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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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直播也是这个时间呢。开周我好不习惯，礼拜三晚上吗？没有，我是播礼拜四啊，礼拜四的中午一样。除了《剑家九》，有没有其他推荐的动画？那个啊，口咪吗？他叫口咪吗？古剑同学的那个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超级有那个的。古剑同学是沟通乳蛇。不是孔明，古剑同学。好，那你要睡觉，你说礼拜四吗？星期四就可以跟他聊天，不过依然是没话题哦。对哦，依然是没话题哦。还有什么、啊？
其实木南雄也很好看。枯雨沟村，我现在看那个啦，富豪刑警，就是一个有钱人在花大钱的故事。但我今天还是加班的，对啊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我等一下下播之后，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了。你们就是看了《枯雨宫村》之后，你就会开始想要谈恋爱。你的眼镜也不是一两天的事，安安已经开始越来越厉害了。对啊，看到吗？那就开到十二点了，不行。中川圭一，就算此局还是能播，开在晚上好了。天天都不要上班哦，你们都不要上班吗？你们都是薪水小偷，我也要。专业偶像，偷起来，哎呦！上班是什么？你上班可认真了。你这职业无法赚钱，会花钱，对吧、啊？我昨天怎样？不是啊，前天嘛，前天我讲，然后我问他说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平常戴手表的习惯吗？”他说：“嗯，上班的时候有哎、欸。”对啊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熊妹，我就然后我就看一下，然后我就说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说什么啊？我说你生日礼物要什么？然后说什么问题啊？我说不用送我生日礼物啦，什么一起吃个饭就好。然后就哦好吧，那就我们请你吃饭吧。对，就是我们要送他的生日礼物。哇哦！这首不会跳哎，那不会的。这是你开之前在看木吉的公演超赞，下次演木吉的公演，嗯，我都可以耶，其实都可以，有新公演我就很开心。其实也没有啊，反正就是什么我就很开心了，因为我就是全心的非常喜欢这个团体，所以我爱这个团体一人和一切，应该是的。陈星派我下雨，为什么？哦，应该是吧，不要进行虚伪，是吧？我就去，我肉打肉毒就这样。我不喜欢这个、哦、泪酒窝，泪酒窝。一人跳北在哪一个公园？目击者吧。但我觉得 Reset 歌算是我觉得比较好听的。一点的不要 K 啊！我想要 K 的哎、欸，我很喜欢 K 的。卡了一下，亮晶晶，
可是他们翻过我们就不可能了。所以现在缩略图跟什么恋爱禁条约就不可能。那简单就是 B 或是 for 吗？咒术，爷爷消防队很好看。M 啊，一火火，嗯，我们家里超多狗卷的，他的房间都是狗卷，因为后面看不懂，就是好，我也看不懂啊，其实就是他在救他的弟弟吧，他想要挽回他的弟弟，因为他弟弟坏掉了。然后就开始一系列打杀。好，我要来念榜，我手机现在6%而已。第十名是傅维，谢谢傅维。什么？我念错吗？对，第九名是钟颖，谢谢。第八名是阿龟，谢谢阿龟。第七名是浩逸，谢谢浩逸。第六名是小易，谢谢小易。第五名是两圈里的路，谢谢。第四名是 Cody， 谢谢。第三名是博云，谢谢博云。第二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。第一名是阿雄，谢谢阿雄。他说超冷的，不让你去。哈，我觉得还好哎，还蛮整齐的，东西也没，还好啊，蛮整齐的。不高，不高，你的宝贝。晚安哦，各位，辛苦了。我相信我们礼拜四会有话题的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来困。不要，什么不要？早点是从被窝出来的，请加油，各位的心脏，希望你们的心脏都好好的。礼拜四没上校再来找你，好哟。刚想跳抖音歌。很抖音哎、欸，救命！嗯，我不走了的。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拍那个，我们在拍那个 TikTok 啊，然后拍一拍我们就，我想我们还是算了。然后我们就怎么可以那么奇怪？我们就说为什么像小晴一家他们就拍得很自然的 cover， 然后我们拍完就，嗯，怎么可以那么好笑？然后我们就算了，我们还是搞笑好了。我们没办法做那种很认真的 dance card， 我们跳起来超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超好笑！我真是救命！我那阵子都是鬼啊！那你要是紧张看我，好好上课，好好上课。哎、欸，你是高三吗？你高三就可以请啊，反正没差。还是我握手会就这样去啊？我就戴个眼镜，然后哦，请吧。现在 room 没有 cover 吗？没有，你知道我们那天跳什么吗？我们在跳那个 watch 那个啦， watch watch 那个啦，然后跳起来超怪，然后我们想说算了，然后就我们怎么跳那么怪啊？我们那时候这个都跳不好了。安菲，原来是他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哎，我想知道，云爵士昨天晚上原本要等那个发那个，他是原本要等那个。
那叫做什么东西？正好要十点发的那个重大公告，然后就等到的是自己的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是吗？没有啊，他昨天黑门六点要那个，他算等自己的。我以为，因为我也是昨天才，没有。我以为他在等那个重大的公告，哦，还要等你名字，原来如此。好啊，真的拜拜拜拜。有我明那一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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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拜拜真的拜拜。有我先锋。